爽圈，该我装一波了，小小的正儿八经的装一下啊！我们打开统一寄来的月光宝盒，小细节很到位，后看再看，金灿灿的新版礼盒，看到抖音的奖杯啊，1000万粉丝成就纪念，3000万粉丝成就纪念，张大千这是最近又收到的成就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抖音好像4000多万，但是3000万的奖牌来了，2000多万的时候1000万的奖牌来了，重新组织语言。我们做这个要定制这样那的还有点麻烦，好吧，记录美好生活，亲爱的创作者，很高兴看你抖音达成了这么高的粉丝成就，这一定是你在创作之路上的重要里程碑，值得纪念，为你喝彩，感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努力，恭喜你现在已经成为相关领域的头号明星，真的为你感到骄傲，我们共同努力，让创作之路越走越好。抖音官方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谢谢，见到我的时候帮我点一下赞，低调，我要开始装了。